卡没来，人员全权到齐，魔法师还在射。我姐小凯遮脸，好紧张哦。然后 Patrick 赶过来了，好久不见。你中文进步很多，我都不需要讲英文了。没错，完全听懂，对不对？魔法师感觉如何？好难哦。你有射中半个吗？有，我射中一个哦。厉害，一个有什么奖品？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还是要选乌龟熊？两个都一样吧？不一样哦。那是好吧？还可以玩。对啊。哎，这很怂哎，为什么要别在我包包上？好怂哦。好。料理魔法师只中一颗。小凯来玩哦。小凯，你要拼了吗？拼了。拼。拼了，小凯拼。小凯拼。拼。好。再试一下。先不录了。拼。